当然说这个产业大家的另外除了关注你有什么样的产品之外，当然也是关注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奖金的报酬计划，因为很多人需要能够得到额外的这个收入，甚至能够取代他们现在目前现有的工作，那这个产品跟这个事业机会当然是另外一个很重要必须要解释的部分。那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跟你分享这个很有趣的这个产品奖金计划。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希望它是全球可以共通的，它必须要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同步开启全球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那这有些国家呢，其实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事业，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怎么去做这个事业，所以我们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用最原始的办法，能够来跟他们表达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去做这个去赚取他们需要得到的这个奖励。奖金就是一个固定的部分，怎么样发配，我觉得它是一种艺术。奖金公司可以给出来奖金有多少，接下来是怎么样分配的平均，分配的好，而不会产生一些这个冲突，这是最困难的部分。而且同时要照顾到新进的会员，又要照顾到中间正在启动的会员，还要照顾到这个已经把这边当成家，然后一辈子想要在这边做事业的这个领袖们，怎么样可以照顾到这三个不同的族群，也是另外一个很不同的这个艺术。我叫它一种艺术，因为真的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简单来讲，我们这个奖金制度就是五个基本 的这个发放方法。第一个所谓的快速奖金，它是新会员进来的快速订单，每一个订单都是25%的奖金，非常简单的，就是发放给这个推荐的人。那第二个奖金呢，是我们特别创造出这个奖金，它叫 X-Tribe。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奖金制度。X-Tribe 呢，基本上就是你的自己一个小小的群体。我们也都知道嘛，这个业界都是讲怎么样建立一个很大的组织，可是新进的人员就发现，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始了，怎么可能想去想一个很大的未来？所以 X Tribe 这个小 X 小组的这个奖金呢，就是希望能够教导带领新的没有经验的这个新朋友呢，先顾好他们自己个人推荐的四位。这个奖金的设计就是希望你照顾好你四个你推荐的朋友，再教他们去照顾好他们的四个他们自己的朋友。在这个组织里面，你如果你的第一层跟第二层有1000点的话，你每个月都可以得到100或者是200美金的这个 X 小组的奖金。那这个小组奖金的用意，就是希望能够不单单只是帮你支付你的产品变成不用钱了，你还有额外的奖金可以收到口袋里面。可是这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巩固你的这个长久的组织架构，而且可以帮你的每一个会员都做一样的一点点的事情，可以达到很大的一个能量，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叫做小小的这个训练的一个 program。那这个 Xtribe 呢，对新进的朋友来讲，对维持你的组织的成功来讲非常重要。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组织奖金，也就是传统的这个所谓双轨的奖金，这是唯一这个奖金制度里面双轨的部分。那双轨的好处呢，就是上线可以帮忙这个加入新的会员到下面来，可以让整个组织互相共同合作。这个部分是非常漂亮的，它的缺点就是呢，传统上来讲呢，这个大家都就是只有拼命的跑双轨，然后不见得能够很稳定的收入，所以我们才会创造出刚刚那个 X Tribe 小组来帮小组奖金来帮忙你同时经营两个部分。那双轨这个奖金制度呢，我们发放8%或者是12%，跟就是针对你个人的这个订购的你。购买一个 pack 的能量贴，你就是可以拿8%。如果你订购两个 pack 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12%。那小编的最多每周呢是20000美金的收入，所以你一个月可能有80000美金的收入的可能性。所以这是组织奖金。那最后我们还有领袖的这个所谓对等奖金 matching bonus。那我们的 matching 很特别，是我们的 matching tree 是在计算奖金之前，先把没有收到钱的人先淘汰到你的这个组织外面，先把它做一个压缩，所以你在
在领50%的 matching 的时候，是针对50%有赚钱的人，有赚到组织奖金的人，你可以拿到 matching。 所以这个压缩这个部分，可以保证你的这个对等奖金可以拿到很丰厚的，而且可以让你可以帮忙更那个更组织更远 的会员。因为身为一个领袖，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开启不同的，去辅导不同的领袖。那有时候领袖可能距离你比较遥远一点，那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去，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去辅导你更远的下线。那相对的帮你辅导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回馈，透过这个压缩的这个功能呢，可以让你收到更多的这个回馈。那最后面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升等的奖金。当你升到一个新的等级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现金奖金可以给你。那我们也是股票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将来也会接下来会推出可能会赠予股票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研讨当中。不过可以让你变成我们的股东，那让你可以拥有一个这个你也是我们的投资者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个奖金制度呢，很简单的概括来讲，就是所有新的订单呢，我们发放87%的这个奖金点数回馈给会员，这是业界大概来讲是最高的87%在新进订单。那一般的普通的订单呢是62%，所以说这个比例上来讲是非常的高的，而且是全球连线，所以不管你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国家，你经营的任何的事业，都会被用同一个计算方式，同一个点数的累积，那可以让你得到这个最高的奖金回馈。